你看他都经常都在领着资金的，但他都现在退出了亲哥。自从你们结婚了之后，我主要东西都好多了。给了，你们学完没了？快了，等等。走。哎，走过边亲哥。你有没有认识是屋里个？你看，那个啊，过来个，你看。你看那里两头是金呐。我这王啊，亲哥家让我请回来个贵客给他。我跟你进去，他说那个都是那个金子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他连塔子金陈设的时候，咱们两个去帮忙的。陈设我秃了，那是因为你没看习惯。我要干。快点，我们开始烤喽。你们快去一下。我两斤还多。嗯，会了，看到这行。老师傅，来，好，快点，快点。你起完，你起，我得再起来了，快点，快点哈。哎呀，你起，你越音讲，哎，我你要玩音子好了，这是。我起这个。你开始烤了。哎，我这边。我这个要备两个香的，行不行啊？嗯，可以。这把放上就安逸了。这是冒油哈，你说。哦哦哦。快点，我救啊！快点，救哈！又落家又落家，啥？管落下去了，没救得住啊！快点，你们把你们身上拿来烤起！你想起嘛？是不是？来嘛！咱这烤不下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说：“你就不掏点盆给喂着吃嘞。”哎，没人吃两段。哎，这个先从包开始，耶！来，吃了，吃了。这影子端球游戏，端球你啊是吧？你看了，端球你了。嗯，去包个球。我把这个最油的了，快点。妈，你吃快点的吧。嗯。肥的如何？好漂亮！哇哦！嗯，好香！哇！它的芝麻都好香啊，不好？是的，我饮料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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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